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、哦、，g 呢是等于这个户数了，那他说呢，AB 满足这个方程式，那么问 AB 哈、哦、这一点是在第几象限？那 g bar 是这个的共同户数。好，这怎么做哈？我们接下来看这个，这个哈、哦，我给它上下呢乘以呢 g， 哦，这个呢是等于多少呢？哦，一加 g， 我上下乘以 g。啊，这是一加哈 g bar 乘以 g， 那底下这个哈是等于多少呢？乘进去是 g， 啊加多少 ？g bar 乘以 g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因为这个 g 的大小是等于一啊，这个是等于 g 它大小的平方嘛，这等于一啊，所以这等于呢一加 g， 也就这个哈是等于 g 哈加一啊。哦，这是等于一嘛 ，g 加一，那 g 加一这可以约掉，所以是等于 g 的，也就算起来，算出来以后就是等于它，也就这个 a 的话哈，这上是等于 g 的 ，a 的话是二分之一的，那 b 的话是二分之负根号三，所以这个第一象限呢 ，a 是正的嘛，那 b 是负的，哦 ，x 坐标是正的 ，y 坐标是负的，所以第四象限。所以答案是第四象限，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要选 D。